Hi everyone, we're republishing some early video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improved subtitles to make them more accessible to lower intermediates. The following video was filmed in 2016. If you like our content, please consider making a minimum one-time $10 donation to help us continue producing it. In return, you will get access to all our premium content, which includes downloads of all our videos, audio files, video transcript PDFs, digital Hanzi posters, as well as flashcards and listen to audio with transcript. Links to donate are below.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那现在的话，我人在阳朔，身在乡村中啊，这里特别的美。其实这一次我们来的主要目的是拍摄视频，因为这个地方环境比较安静，而且风光也比较美，所以我们也能够顺便享受一下这美景。那今天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带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阳朔这边。确实真的很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强烈建议你们一定要来这边来看一看，走一走，好吧，那我们先出发喽。其实我是个很怕狗的人，然后在这里的话，这只狗它跟我感情很好，因为我总是喂它面包，所以我也不是很怕它，可能会跟着我。今天因为太阳出来了，所以还比较暖和。平时的话，还是挺冷的。这里的冬天确实不好过，而且是属于那种比较湿的冷啊。小胖子，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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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拜拜，在阳朔比较出名的产品，一个是桂花，然后是橘子。这些植物的话，长得比较像橘子，其实它们不是橘子，是柚子，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种。这边感觉很安静，很舒服，空气也很好。像他们自己会在这边种一些蔬菜，应该是当地的居民种的。这里的空气包括这边的一个感觉特别像我的老家江西省，因为这边其实也属于南方，到冬天的话也是属于湿冷。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在农村这边种菜的话，他们喜欢用人的便便来做肥料，这样子的话菜会长得比较好，而且避免了使用化学肥料，这样子的话这边的蔬菜是比较健康的，所以吃的也比较放心。我特别喜欢看的就是这一片芦苇荡，这种植物叫芦苇。哎呀，这什么呀？芦苇的话，我觉得不光是看得漂亮，而且它是有食用的价值的。在我老家，我的妈妈她会摘，就是会采摘这些植物，然后把它们像这样子弄到一起，可以做扫把扫地。在农村很好的一个就是不太会有很多车，然后基本上大家使用的交通工具都是摩托车或者是电动车，然后就是自行车，最后就只能是步行了。在农村的话，我比较喜欢步行，特别是在冬天，因为冬天这里特别冷，所以我不太愿意去卧
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车。但是如果在夏天的时候来这边的话特别好，因为在夏天的时候你可以租一辆像这样子的电动车，然后你可以骑很远很远，应该是沿着这条路骑的话，你是可以看到很漂亮很漂亮的美景。有辆拖拉机，这种拖拉机它一般是会用来运输水泥沙子等一些材料来建房子，因为在农村的话我们是会自己去建造房子的，像这些房子都是我们自己建的。哇，现在这个太阳好耀眼，现在到处都是在装修房子，像这些我想应该是旅馆吧，因为冬天他们没有什么生意，所以冬天的时候像旅馆饭店他们都会装修。这种狗我还是比较怕的，看那里很漂亮，马上要日落了。这里白天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吵，但是在晚上的时候特别安静，安静的你都能听到安静的声音。有一个摩托车来了，有一辆摩托车来了。哇，好吵啊！我刚刚说到，前两天我一个人来这边跑步，然后当时我就听着音乐，我就在那跑跑跑啊，我觉得好舒服。但是，因为当时天气很冷，温度很低，所以呢，那个风吹到我的脸上，我的脸、我的鼻子全都红了。然后我觉得我的头也开始痛了，所以我跑到那边的时候我就一下就跑回来了。前面有前面有好多只牛在吃草，牛站在路边吃草，他们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铃铛，所以每次他们吃草的时候铃铛都会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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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的响。这种牛在城市里应该你们是看不到的吧。这个牛怎么长得像马，怎么办？这个小牛叫什么呀？叫牛肚子呀。小牛叫什么呀？小牛就是小牛啊，小牛不是叫牛崽子吗？不取名字啊。哎，它是怀孕了吗？是啊。哎，一般一只牛会生几只小牛？生，可以生十个。这么点大肚子能生十只小牛啊？像一次一个。哦，一次一个是吧？我说这一次能生十只，把我吓死了。哎，你们这些牛是养了卖的吗？对，养了卖的。那你们一次就养一只、两只、四只牛？四只牛，两个人。一个人两只牛。感觉在乡下好悠闲啊。其实，在乡下住了一段时间的话，你就会发现感觉真的很不一样。这种感觉跟在城市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当你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天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吃个中饭吃个晚饭，这一天就过去了，而且大部分的人都会熬夜熬得很晚啊。这里又来了一辆小车车，一辆车过来了。哎，这辆车没有车牌号，应该是刚买的新车。此处严禁倒垃圾，违者重罚。这里是不能倒垃圾的，不然会罚款的哦。我好像听到了青蛙的叫声，是不是青蛙？好多野草啊，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花。
哦，可惜已经剩下半朵了，但我不想摘它。这个花叫野菊花，紫色的野菊花，很美哦，很多，你可以在山上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哎呀，摔跤了！朋友们在沙里面玩得好快乐，好开心啊！好久不见嘛！在这里有一个体育场，真好，四周都是围绕着山，好美啊！刚刚看到一个人在那里涂口痕，涂口红，还有人在跑步啊，跑过去了，有人在跑步。这个跑道挺大的，很软，很舒服啊，还是有很多人喜欢锻炼身体，比如说跑步啊，然后踢足球。活到老，运动到老。以前我也学过打乒乓球，但是我觉得好难啊，而且相对来说的话，打乒乓球对身体的锻炼来说不是很大，因为你只是用手动两下，对不对？哎，同学，你们这边的那个学校是教什么的呀？教那些特殊人士。特殊人士是什么意思？老年人吗？那智障吧？真的吗？对啊。哎，我以为只是军事训练的。不是。那你这个才是。哦，这个是军事。那你们是哪个？你们是军事训练的。是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这是一个普通高中。哦，你是高中啊？这里这么小。嗯，这里锁起来了，要过去那边。哦，高中在那边是吧？对啊。哦，好，你们开始吧。哦哦，好想试一下。同学，我可以试一下吗？谢谢。来。啊，等一下，我发球。哇，好高！啊！啊！老师，再来一遍。我也挺喜欢打羽毛球的。啊！出现了，最后一下。最后一下啊，OK， 谢谢啊。啊，好久没打羽毛球了。这是干嘛的？我再来一遍。哎，哎，哎，我，啊，啊，然后怎么办？然后下来呗。来这边。啊，我好累啊！这个呢？哦，脏。嗯。
哇，啊，好难啊！你到底是干嘛的？啊，啊，我下去了。哎呦，真是麻烦了，我不知道怎么下去了。哦哦，啊啊，下不去了。啊啊，还是要多运动啊。啊，这个叫什么？引体上身，引 pull-ups， 这个叫 pull-ups。啊啊啊！我去，这对，自杀。哎，那里有一棵树，我还挺想爬的，但是这里好多人，算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棉花，棉花。哦，我很少看到棉花哎，软软的，可以用这个做衣服。可以偷一个吗？偷了一个棉花。好了，啊，我有点说的累了。我偷的棉花，啊，有人过来了，赶紧收起来。好臭啊！怎么那么臭啊？又有一只狗，一个老人牵着一只狗。这狗好大呀，会咬人吗？不咬人啊。嗯，你去镇上吗？这边是镇上还是那边是镇上？那边啊。太阳已经下山了，感觉温度有点降低了，有点冷了。有一辆车从我们这儿经过，里面是粪，好臭啊！天气有点冷了，所以我也就不走到镇上去了，我们要原路返回了。好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请一定要给我们点个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Mandarin Corner。下期再见，拜拜。